嘿，你讲你无钱，但是我知影虽然迄些，但你讲迄个经过了3000块，你看咯，对不对？就是来说，我你讲你来遐上课，拢老师拢经过认证的来无问题，但是老师来甲你讲，我有一种物件，你食了过有气哦，你来偷偷甲阮讲吼，迄个老师有问题哈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所以预防诈骗，叫第一个诶。计划爱对人，爱学习，爱搞好自己记得。准备呢？准备干嘛？伊个专长哦，有诶是护理诶，有诶是监监察官，有诶是警察，拢有伊个专长。但是伊来讲是我着要听伊讲啊，但是听是嘛啦，听是便宜啦吼。假讲，你敢知影啥物物叫重复用药？就讲药啊，是你食一遍啊吼，啊叫你下两下再食，食饭饱食，啊你有时阵啊，匆匆忙忙要来上课，结果袂记食，到两点。下晡两点忽然想到，啊，我食药了咧。啊，安尼，啊，隔日工，休工过，就十点才去食，安尼会使咧？不可以。安尼讲，我都重复用药。啊，我以前拢唔知嘛吼，啊，我就想心急，就是像安尼，现在去食，啊，下晡再食，啊，明仔再继续去食。啊，我即摆知影，我就会安尼。但是我以前甲我讲，哎，你这个胆固醇药不一样啦。我有一次就是。都没有吃，我想说，那不能重复用药，那今天不要，那明天，那就有时候就没有吃，那医生说不对不对，他说胆固醇要几天，连动不了，干嘛想要打那点吗？反正就是说用药里面有很多的知识，很多的学问，懂不懂？你们懂不懂？我们要承认我不懂，对不对？不要。